刚才我坐在那儿，我不是前面有两个观众嘛，然后他们就一直在自拍，然后拍我嘛。我就想，哎，我这么火了吗？我还挺高兴的。刚才问了一下，有一个是把我当成红宇哥了，然后另外一个他拍完以后，我发现他在百度，流浪歌手疯子是谁？那就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人。现场百度呀，百度完就把照片删了，是吧？希望节目组这次完了以后给我弄一个百度词条吧，让我跟我妈有个交代，之后告诉她我也是个人名了。你的百度百科里边照片是那个姑娘给你的合影。